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受造，今天凌晨美股大跌111点，那今天呢开低以后走低，那中场跌48点，量微幅扩增到530亿。好，那来到这边我只问各位一件事情哈，这个礼拜外资是放假，那下个礼拜外资开始会归队，如果外资回来，他会买股票还是卖股票？我先给各位这个答案：外资回来以后，他是要买股票还是要卖股票？如果你说他回来要卖股票，那他不是笨蛋吗？他如果外资归队以后卖股票，那他之前从年初到现在布的这些所谓的个股的部分，能买超3000多亿，啊，这里开始卖，啊，不是打他自己嘴巴吗？所以再怎么样，他最少还有一波的反弹做又多，了解吗？他回来还要做一波的反弹，一波的反弹，因为量大他才有办法出货，量小他根本没办法出货。你看他放假以前开始跌下来，这是谁卖的？外资没什么卖超，都是散户自己下自己砍的。那你散户砍完以后，外资回来继续买，然后呢他所谓买，他是边拉边出，边拉边出，那起码量大才会是头嘛。你学技术分析最基本的是观念，量大才会是头。你比如讲10014这边，去年的四月的一个所谓高点，你告诉我10000多点，10014，这什么量？1300亿、1600亿、1400亿，量大才会是头部。量小绝对不是头部，这基本观念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做放空，你就可以知道他连量价的关系都不懂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现在呢，在散户看不好的时候，你反而要站在多方，了解哈？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谈谈短线上，啊，我怎么跟各位讲的哈？10月28号讲，10月29号，我说这里是多底区。这边是空底区，28号讲29号，当然，现在很多人是做指数，那我不能预告台指期的明日的高低点，多底或空底，但是我可以讲加权，因为加权不能交易，所以这是符合规定。那我加权可以算，我期指可不可以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不能在节目上面公开。那你是我会员，那我当然会教你。好，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，这里是多底，这里是空底。今天呢，最低9149，如果我不调整，低点差11点；如果我不调整，高点差44点。好，那我调整出来，一开盘就调整出来，高点、低点是在这里，高点是在这里，也就低点差2点，高点差5点。好，怎么做调整？来，今天开盘在这里，跳空下开，开盘就在这边。然后呢，我从这里就算出来，哦，原来今天的高点是9201，今天最高就在这里。9196，哦，这边算9201，那低点最低就在这里，9149，我算9151。好，当然，
长期看我电视节目就知道哈，今天是摩台的一个所谓结算，那摩台子的结算，摩台子昨天的 OI 的部分是在9万多口，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是摩台结算，那我外资有这么多的一个所谓多单，那在这个同时，我会拉高做结算吗？不会嘛，我如果再继续看好一月份，我当然这个月我要卖掉啊，我即使不卖掉也要让它自动结算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可能拉高，它不可能拉高。我就问你嘛，主力做手跟外资绝对不会拉抬股票让散户做解套或赚钱的动作。那这几天拉升上来，今天又台指的摩台指的一个所谓结算，外资今天拉完以后啊，今天就要结算，那干嘛拉？所以他一定是获利的部分一定会卖，所以他今天一定会有卖压。这个你长期看我电视节目，你都很清楚。我的观念跟人家不一样。他多单满手多单，结算日的时候，他如果看好下个月的话，他会这个月的在今天的结算日或结算的前一天，他会先卖，然后呢，另外一部分他会转仓到下个月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今天本来就是会跌。今天本来就是会跌，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高点，我算9201，这边9196，低点9149，我算9151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那这个盘你怎么去看？结算没有了哈，那外资下礼拜元旦过后要回归，所以明天会涨，明天会涨，为什么？因为内行人就散户现在是不看好。但是，一般的所谓主力做手或是内资，他会想，哎，外资下礼拜要回来，那我当然先卡位啊，所以明天压回随便买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明天会再涨，因为这基本观念经验啊。那外资下礼拜要买，那我当然今天先进去买。那散户会不会进去买？不会，散户因为看到，像我跟你讲哦，散户都是跌下看不好，那今天跌48点，量又扩增到520亿。散户不会看好的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谈短线上，中线上我怎么跟各位讲的哈？来，前面就不要谈哈，我来谈最近就好。散户一定会买这里，这里破线一定会卖，啊，这里过高一定会买，这里一定看不好。那我如果抓这个高点、这个低点、这个高点、这个低点？这低点9078我抓住哈，你们敢公布啦？我的节目很多人在注意看啦，投顾老师的节目只有我都事先做预告，而且我都直接给各位点位，我没有模棱两可。涨就是要涨，跌就是要跌，这才叫做技术分析啊！哈，就比方讲，我没看到的时候，这一段，哦，前面不要打，那个拖太远了哈。我只有这一段，那你用计算机就可以算得出来哈。9423是高点，这最高点是9399，然后下去我就知道会跌到8919，那这边跌到8879，杀到这里的时候最低点，这边是破线，破前低，破前面的陌生高。这是陌生高，对不对？破这个，那来到这边你看不好，我这边看好，然后来到这边，散户是不是买这里砍这里？哎，我现在在讲观念呢。那跌到这里，散户一定看不好嘛哈。那跌到这边，我有没有在节目上跟各位讲？散户未来会看好在这里。9447，这边9430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跟各位讲，他会回来。第一个先会看这一个点9096，那再重新算一次双计数哦，压回来是这个点哦，9096哦。眼尖的投资朋友都知道，我都事先给各位预告了哈。那我没看到后面，对不对？这里散户看好，然后我就跟各位讲，回来会9090，
叫你去找蔡依林，你不信？9090呐，9090，这里是一个9096，我把它放开一点，9096、9090，这边最低9078，那来到这边，我没跟各位讲，我没看到哦。这个低点我是不是这两个点算出来，这个高点我这个点算出来，然后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讲会涨到哪里，我不是现在讲的啦，高低点都是事先跟各位，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跟各位讲，这9295一定来，9295一定来，这个点也会来，会过前高，听得懂的请举手，我事先讲的不是事后哦，这高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低点9090、9096这里事先算出来，然后这边这9078，我现在已经跟各位讲9295会来。同步节目没有这种的啦，每个都事后告诉你要多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明天怎么看？明天礼拜五，对不对？那散户很多人一定又看不好，明天会涨哦。12月29号，我们讲12月30号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过三关价中关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三关价下的收盘在这里，所以这是短线的哈，短线，那波段我已经跟各位讲，这个9295一定会来加权的部分哈，啊，这是短线上的操作，啊，这是波段的操作，高低高低，看得懂哈，看得懂哈，好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这种。可以事先预算到指数高低点的，你外面绝对是学不到，这个都是我特殊技术分析啊。什么地方可以学得到？第一，你看我电视节目，你也是听他一知半解，但是你会觉得很厉害。那觉得很厉害，那你想不想把它学起来？那学起来以后，你在做股票，你就永远知道哪里是低点，哪里是高点。那你在做指数，就可以知道怎么事先做预算？那开板以后你就知道哪里是高点，哪里是低点。啊，比你呢？消告金蒙空，你不兵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好很多吧？听得懂我意思吗？一辈子受用。我知道相信的人很多，不相信更多，没关系。你就一直看我电视节目，你看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，通通都一样。我就是这么厉害。我先跟各位讲，我当投顾老师以来，我当了十几年哦，今年是第18年。我加权指数的高低点，我从来没错过。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，好，好，那你说如果去事先预算的高点跟低点，啊，个股怎么抓到低点跟高点？来，三观价会员初级班，12月31号礼拜六台中开课。那你就跟着我会员一起上课，好，啊，只要花一点点的费用，那节目费有节目中的广告会给各位一个所谓的大优待，好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又学技术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三观价会员的初级班，那我们12月31号礼拜六台中开始开课，那有兴趣的想要学的你就跟着我来，那非会员的部分你只要12000，加入会员免费上课，还剩6个座位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哈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。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头部，02-2389-8689。
02389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啊，阿伯来电话啦！进来进来，怎么那么静啊？恁紧张啦？不啦，我就是怕来太老实。妈，你看，这是阿伯跟你帅哥跟他孙啊。喂，乖乖孙，来咪的手机来滴。阿妈，你是去电话啦？今麦看电话拢嘛用看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分享幸福更 easy。善用三 C， 幸福三 T， 教育部关心您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一直跟各位讲凯盛，对不对？我的股票哈，我跟你讲，我四级的会员、一般会员、特别会员、尊荣会员，好，还有单股会员，四级会员的股票加起来总共只有七档。啊，有什么？凯盛、金彩、啊，宏达电、上银、光环、宏杰科、TPK。那我的玉金光已经出去了，我这里买，这里卖。老师，你们卖在高点，那反正这里是给散户，这是给散户买的，高手是买这里，我卖这里，五十几块涨到九十几块，我卖掉。然后呢，快速涨哦。然后这里是散户在买的，做股票不是买这里。就比如讲，前几天不是有很多人在告诉你永捷吗？这里不买，十块钱不买，买在十五六块，这叫投顾老师。纯安，一定很多人跟你讲，这里六块七块不讲，二十几块才在买。对不对？包括最近有很多人在讲这个，有威八千多张哈，这里十块、十一二块都不买，涨了三倍了，才在节目上面讲，这就是投顾老师啊。社长等下讲，林老师的卡号都介绍那个涨很多的股票，不用看了，全投顾只有郭宪正一个人在买低点呢、啊。来，我今天买什么？凯盛。我今天在哪里买？10:03，给你对一下时间哈。我在10:03这里买，10:03这里还没涨哦，10:04还没开始涨哦，这里出大量。我发出去以后，我会员收到扣讯，那时候在84.6、84.7，等一下时间，这是不能骗人的。收盘85.多，重点呢，你不是我会员，你不敢买啦。哎，这种股票，趴跌头咖破线怎么可以买？你管我，我就是买低档，来，我凯盛我买这里，第一次11月28号买，第二次12月2号买，为什么买这里？这个区间都可以买，这是凯盛。今天呢，我发动它一下，11月28号买，12月2号买，今天12月29号，10:03，你刚好看到了，我就开始发动。我都是买低档的啦，高档我不会买啦。我一直跟各位讲啊，你要判断一个投顾老师有没有料，就看他叫的股票在什么位置。像这种股票还在讲，纯安，这里不买，12.3不买，涨到27.8，涨了一倍才在买。前几天。不是在讲很多人在讲永捷吗？对不对？这里10块钱不买，
已经涨了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涨停板，这里已经开始在做出量，一堆人才在这里介绍，涨了六七成才在介绍。有威，对不对？如果告诉你，哎，我今天有威很强，看一下有威在什么位置。对啊，那些老师比我形象好太多，太会讲话了。片头戏编老主计的，随便你们啦，跟着我就是赚钱学技术，我就是低买高卖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，我带会员有四不政策，涨多的我不会买。比如讲这种郁金光的，我11月15号买，11月17号买，利多出来的时候，从50几块买两次以后，来到11月25号，发布利多第三季由亏转盈，很多人看好，我就卖了90几块，我就卖了，我就这样啊，涨多的我就卖了，我不会买，大量我不会买。你看那个纯蓝有威啊，对不对？永杰啊，不是说都最近要出大量，那、啊、你还进去买吗？我不是跟各位讲嘛，大量涨了一段出现大量。差不多被戏哑啦，等下我讲你听好不好？因为你就跟那些投顾老师一样，那个算好啊，有白算好啊，你念嘛？哎，铁金叫我们讲笑潘呐，笑腿啊，笨蛋！你跟着我，你可以赚钱又学技术。大量我不买，过高我不买，高阶我不买，我怎么做股票？红杰克，我买这里，买这里，买这里，买这里。下好离手，我不会买了。投顾老师会在这里介绍红杰科吗？不会啦。散户会在那里买吗？不会啦。谁会在那里买？学过技术分析的，想要赚钱的人，内行的人会在低档买。那因为我可以事先把它算出来啊，41.95，要不我再拿证据，不用了啦，对不对？这41块已经涨了10块钱了。你说老师拖那么久，你管我，我赚钱就好。上影我买这里，买这里，现在在这里。那上影在这里，我问你呢哈。上影在这里，你敢不敢买？敢不敢买？你不敢买，我这里敢买，这里敢买啊。上影最高是400多块，这里还300多，跌到这里呢，剩120几、30几，不敢买。我敢买啊，因为散户低涨都不看好啊。凯盛8377我可以买，光环我在这里买，这里买，现在这里，这里43块，为什么在43块买 ？TPK 我在这里买，这45，这边46，啊，现在在这里。那我跟各位讲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轻描淡写，就是哎哪里是买点买点，那个经过计算的，我不是只有用那种技术分析哈，我不。我不要砸头哈，精彩！我这里买，这里买。啊，精彩！这里是高点的低点，高点的加啦。低档不会有人买。宏达电，我买这里被套到，我照讲，我这里继续买。我做股票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你参加投顾老师是要追股票的，去找别人。消贪弄给他们，逐天爱找涨停板，你去找别人。要赚钱学技术，你就找我。所以你不要看呢，我的会员非常多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行会找我啊，散户不会找我，散户会找那每天有形象的，每天都涨停板的。听得懂吗？我常在讲哦，我做投顾老师是副业，我教技术分析，我是正道。啊，信不信随便你啦，反正我会员都可以赚钱，我好好好的，我带得很好。指数我有在带哦，只是我连，带指数的绩效我都懒得讲，我讲那干嘛？你去参加每天都赚一两百点的、啊，去啊，去啊，还足好的啦，免来找我啦。三观家会员秋季班12月30号礼拜六台中开课，好，那如果你有兴趣的，你相信我的，想要学的，你就来，你只要花一点点的费用，你还可以知道你以前都是错的，你。太晚来找郭先生，需要帮忙，想赚钱学技术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三光家会员初级班12月30日这个礼拜六台中开课，好，他想要跟着来的今天给各位会费，好，会员只要12000，加入会员免费上课，学完技术再跨年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发夫妇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，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，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，花瓶底部盆栽底盆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，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，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，倒干净，刷干净，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我是卫福部部长林作远医师，我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医师，我是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医师。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不严，甚至危及生命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。从医师的专业立场，我们郑重呼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的民众，请尽速接种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，更保护我们周围所爱的人。接种流感疫苗，即刻行动。玩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利贷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，你看全天然，人就好，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。